好啦，这是我们第二次补抽，身上只累积到53颗十字印。好，我们实抽来看看结果。来助助兴吧！我、哦、天哪，好紧张哦，会不会中啊？看没有，普鲁夫一直玩得很砍啊，超砍的。哎，啊，这世界多么美好啊！这世界多么清新。哦，十抽没中哦。快没有十字印了啦！啊，突破天际了！哇！哦不！不要！我已经快没有了。哎，剩三十，哎，还没加发速，完蛋了。不要乌鸦嘴！不要乌鸦嘴！你们不要乌鸦嘴！啊啊！我等一下而已，完了啦！没有，都没有！一秒就去了，我一秒就去了。发射还没加，完蛋了！我不敢了啦！哎呦，我真的不敢了，只剩20颗。然后手滑，紧张到手滑。这样画这个图也没什么意义，就是了。干！干！不要！不要！我头好痛哦！我这不要抽了啦！哦哟！单抽，单抽，单抽，我单抽。2.5%啊！我不想啊，没有，完蛋！哎呦，手都不要抽了啦！应该听5619跟理查德的话了，哎。小青跟我回家吧，小青没了啦。拜托让我中，拜托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第几个呢？第一个。隔壁来敲门了啦！干干，五星，哎、欸，五星的对不对？不玩了，我这游戏不好，这游戏不好玩。然后隔壁来敲门，我刚才是骂蛮大声的。干白痴啊！哦，拜，哦，头好痛哦，我头好痛哦。没有歪没错啊，我不要啊，我不要，我要小青青啊！哎，我觉得我窗户外面的对面的邻居都听得到我在骂脏话。
我明天房东来跟我说，那个大师不好意思哈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太大声了呢？是不是有骂脏话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昨天太激动了哈，就是节目效果啦，节目效果，所以不好意思有点大声，我以后不会这样子的，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抽卡了，可以吗？就是这次先原谅我，帮我跟邻居说声不好意思啦，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这么大声了，在半夜十二点多的时候这么大声的骂脏话，因为我以后再也不抽卡了哦，因为我抽到法海，我抽到了五星法海，对，没有下一次的，好不好？是五星法海吗？干妈的，真的是五星法海啊！樊东先生啊，因为哈，我快要皈依我佛了啊，我快要信佛祖了，我要跟佛祖，我要跟佛祖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哦、啊，我的法海已经五星了哦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的法海已经五星了哦。哦，房东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后不会了，好不好？你当畏惧的，是你接下来所能见的。对啊，我见到你了。哎，房东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啦，不要不租我房子啊，不要不租我房套房啦，反正我也要搬的啦。啊，不是啦，我是说，再让我多租几个月啦，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在晚上半夜十二点多在那边抽天天姐的卡，然后抽到光头王，然后心情不高兴，然后大骂脏话，还骂了三次，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这样子了，对不起啦，拍谁啦，拍谁？哦，好好，先这样子，好好，哦，对不起，帮我跟邻居说，隔壁的邻居说对不起啦，哦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好，今天抽卡就这样，如各位所见，哦。你当畏惧，哎，好了，就这样。五星法海，会不会下次复刻的时候抽到六星法海呢？虽然没有歪啦，但就不是我要的，可恶。好了，就这样。